我们刚刚现在没有碰杯，碰一个。很高兴认识。哦，我好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会有一个空白的留白？这个是啥？好有意思。你看到的时候你怎么想的呢？我觉得挺简单的，就还蛮喜欢这种留白。哦，留白有两个想法吧，一个是我觉得就是人不是对自己100%了解的，然后我也需要有一部分自己去探究和别人去探究的部分，然后我希望自己能够更清楚的自己的喜好，然后也让别人说还有更多可能性，更多的可能性去一起探索。对，那你觉得我是什么类型的？哇，这男生好直接，简单和直白的人。有一双慧眼，但我没想到你也挺会聊天的，这是表扬的话，嗯，因为我看到你在三位当中是说的比较少的嘛，然后我就觉得可能，会相对安静一点。哦，对不起，我闭嘴现在。对不起，我闭嘴现在。没有。接触过之后，会觉得这个男生其实也挺会聊天，会有自己的一个聊天的节奏的，所以跟他聊天是挺愉快的。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乐观开朗，然后也比较独立的一个女生。所以你看，这两个人是属于在第一阶段初始信息非常少的情况下出现的互选，所以他们就可以有一对一的这种聊天。哇，他们很聊得来。但是在喜欢你的小屋里面，就是剩下的三位女生和剩下的两位男生，可能更好玩，多一点人聊天比较好玩。看一下他们的状态，那就剩他俩了。对，就剩他俩，因为那儿七把椅子。前期应该就咱们七个吧。哦，就七个椅子啊，有意思了。那我们就先走吧。走吧。你去深圳市区里转过吗？我之前深圳来过两三次，但都特别短，是工作原因，然后就来一下。别说了，我都猜到你工作了。不可能。那就看一看吧。哼，怎么可能这么快？好像拍偶像剧哦。哎，有车来，有车。哎，走了。哇，你这么大，这个东西。是的。走吧，我们进去吧。在那，那个就是那个白盒子里是什么？拖鞋是吗？哦，不好意思。好的，没什么。久等了。没有。Hello， 哎，初次见面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初次见面。Hello， 你好。坐吧，坐。哦，那先坐中间。对，先坐个中间。想和你们坐在一起。那我们过来一点，行，行，你往中间坐吧，你往中间坐，我坐边上。
我们要不要认识一下？因为我来的比较晚，所以好像都跟大家不是很熟悉。好。嗯，大家好，我叫蒋玲玲。比较容易记得就是数字零一二三，就两个零零。我先来吧，我叫郭西玉，你叫我 CU 就好。CU 对 CU 啊、嗯、CU 啊、我叫李俊良，大家可以叫我阿良，然后英文名是 Jasper。叫我哈哈哈也可以。以后大家叫我哈哈哈吧。然后我叫笑良，就是孝顺的孝，善良的良。全名陈孝良，叫孝良就好。孝良，对。我叫王贝，可以叫我贝贝。贝贝，你好。我叫严卫琪，所以就是七七跟琪是谐的。嗯，咱俩零七组合。对，零零七。好，叫我花花就可以。花花，嗯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